编舞家马金泉在汉字揭晓的方式上特别运用了融合水袖的舞段，借此呈现华人汉字特有的美感。年度汉字的入选十大汉字，字字皆概括了马来西亚2015年度的大小事件，个个离不开这个国家这片乡土城市在这一年里的起起落落。所以编舞家马金泉在编舞上设计舞者动态演绎事件的感受及情绪。2015年年度汉字分别是贪、捐、乱、碎、埋、疑、震、苦、跌、耻。在最后的揭晓，编舞家马金泉利用了三条白色松紧带，舞者在动与静之间来回移动缠绕，以形和形、行动与形状双重演绎了2015年度汉字，预先泄露了当选字的氛围与气息，让观者个个不禁凝颈长叹，同时惊喜连连。